掌声来为我们今天的婚礼揭开序幕，掌声欢迎。首先先请我们的乐团老师为我们的队伍做一个幸福引领，由我们的小提琴老师以及我们的萨克斯风老师。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的第一对伴郎伴娘，请进场，掌声欢迎我们的伴郎伴娘以及我们的第二对伴郎伴娘，请进场，掌声欢迎。我们伴郎伴娘呢是陪伴我们新郎新娘多年的好朋友啊，第一对伴郎伴娘是我们浩宇的宛如，第二对伴郎伴娘是我们文佳跟紫薇。两对伴郎伴娘呢象征着一个好一个子，就是一个好字，也是呢象征着预祝今天的婚礼一定会顺利圆满。这边的话呢也请我们各位嘉宾看到我们星光大道上方的伴郎伴娘，再给他们多一点鼓励哦，谢谢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的朋友请将您的目光移向我们身后的幸福路口，我们各位嘉宾请掌声欢迎我们的男方主婚人，请进场，我知道现场有很多爸爸妈妈的至亲好朋友们，你们掌声在哪里啊？好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感谢你们的热情。今天呢，谢谢你们来参与我们的盛会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各位好朋友，接下来大家还有掌声的热情，到现在还不停止啊。没错，我们将这份热情以及温暖延续下去。
凭着他们。